含在嘴上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现在这个茉莉太狂了，现在跟谁都打都打。然后我刚才意思是啥呀，就是把这个拉开放出来之后陪他玩一会儿。他们两个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挺好玩的，挺好，这次一碰上面就开始了。全过程就是这个谁，这个茉莉在压制拉开。为啥要压制他呢？因为上次他们两个玩的时候那个茉莉是没打过拉开，这次要报仇呢。太狂，拿鞭子，我抽了好几鞭子没管用。他用他的肢体啊，各力量大，再一个就是啥，身体高，把这个拉开给摁倒了。但是呢，拉开一直在底下咬着他，他也咬不到拉开。拉开那口紧啊，直接咬住之后他就开始那个啥了，就反不了口了。他偶尔还嘴的时候咬住拉开啪甩几下，小口也啃也狠着呢。太狠了他，哎妈呀，他敢对拉开这家伙。哎呀，拉开比他年龄大，嗯，再一个就是没有他个儿高。对，现在他力量啊，拉开的力量没有他大了，完了拉开也治不了他了。现在只有虎妞能压制他。再一个就是啥，今天不让他们出来了，先让他缓缓劲，把这个斗性给他先压着压一下，然后明天让虎妞去见他，看他如果要是他敢对虎妞下这种口的话，虎妞会，我感觉会打败他。哎呀，真臭人！我想让那个拉黑出来之后教训教训他，为啥呀？他一直现在特别狂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伙逮谁咬谁，脖子咬掉毛了，那大块，那肯定。拉开咬合力也不错，本想让拉开那个压制他呢，没想到反了，他的力量比拉开大，直接把拉开揍了一顿。这就是啥呀，这就叫身大力不亏啊。这个小茉莉啊，后期无可限量啊，咱不能说他别的了啊，咱现在就期待他身体上还有这个性格上再崛起一点。还崛起呢，咬那脖子都掉皮了，都压脸上。啊，没事。脖子，你抬起来脖子。今天你赢了啊！明天我给你找个对手，听见没？找个对手，找谁呀、啊？把我的这个牵引绳那个这个锁扣都给我弄坏了。嗯，这家多大劲儿，直接又生蹬坏了。这家咋那么大猛劲呢？你说，走了，回窝里了。